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是方陈志先，大家好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《极乐净土》。下本人得到台湾祖师甲诸天佛菩萨圣神的慈悲的牵引加持啦，让我身体好起。以后陆陆续续的开始啊，我嘛是本着的台湾祖师。甲几个善师、观世音菩萨、诸佛菩萨的开始啊，我绝对唔敢有所偏。所以行道十八年来啊，感觉真正辛苦，嘛感觉真正荣幸，感觉真正幸福，也感觉真正是快乐。这深深体会到咱国父孙中山先生大慈大悲一句名言啊：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，只有服务啊，才会当予咱得到心安。那像咱现在组织功德会这么大诶组织咧，拢是伫服务艰苦诶人，这种功德。我都用去写，直接啊向各位咱组织、咱的功德会啊，咱这委员大众啊，甲恁致敬。恁的伟大、恁的慈悲啊，恁即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所以我咧学修行中间呐，观世音菩萨、台湾祖师都时时的开示，爱时时以众生的艰苦为咱的艰苦。爱时时以众生的成就是咱的成就，哈！爱时时以众生的快乐为咱的快乐，即是一，就是一切，一切都是一啊！祖师的慈悲的开始，几个善师时时甲我的身躯边的护念，互我的勇气，互我的信心，互我智慧咧，会当。时时一旦发露出来，在修行中间呐，常常得到菩萨来甲咱开示咧，尤其啊，几个善师啊，甲我开示八句字，做人处事基本的条件，就是第一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顺其自然，不可勉强。有缘即多，有得即做，该顺天理，事事如意啊！几个善师这八句话咧，让我深深咧，家己感觉自己的见效，过去的执着，过去的付出帮助他人，时时敢咧去讲别人，要敢咧回馈，敢咧报答，这个心啊！我这八句话啦，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啦。我当当想到这两句的时啊，我家己目屎家己会流。讲我过去哪里这么无耻，帮助人一撮撮呢？那么你就什么哦，天大地大，要等人家己回报，这种有够无耻啊！那么去多骗现实，来者不拒啊！咱人伫世间有因必定有果。有果一定会发生，咱就针对因甲果咧，果咧，咱重新来找因倒转去。发生的烦恼，爱阁找因倒转去咧，然后对因念掉去，安尼咧，因果的代志就袂阁继续发生，来者不拒。但是咱即摆真侪人，拢是伫赌骗，钱讲多多咧，去走去外国。
共片面的，才走去外国移民外国。我相信你的心未安，因为咱的心真大呢，大无其外呢，咱心大甲比地球、比天搁较大呢。那么我假使钱共多多呢，走去外国一时啊，那么是台湾嘛，是你的心外来嘛。自己的执法，自己的执弊，比人甲你执弊搁较严重。所以各位啊，咱爱注意，唔通种着恶因。啊，曾经咱就信道先生啊，啊，伊在做事业贪做，你讲大家都晓好嘅，我是安未晓好嘅，好都拼，结果借钱借到咩都好巧，都好巧咧。民国74年嘅时，欠人6-7千万，啊，伊就想哇，我要转去菲律宾，就移民去菲律宾啊，去菲律宾呢，又得到痛苦，无得到快乐。到尾啊，甲移民倒转来，要去的时，我请示老祖，甲开始讲：你刷卡倒伊，你若业力歹甲，嘛是歹甲倒伊。你业力歹甲倒伊，你的所有一切因缘因果报应啊，你嘛走未去啊！你莫移民出来，好好甲人讲，好好好甲人道歉，好好咧甲你忠心拍拼，钱爱行，生命是活的。钱是死的，咱唔好是活的性命去互死钱相冲滴去，那安尼咱的人生非常的无价值。所以老早就开始安尼啊。那么我伫修行中间呐，好，我要未踏入伫修行，这个帮助众生行道中间呐，伫修行过程啊，常常看到咱真济信徒，拢灰灰乌蓝舞舞啊舞啊，安尼凄惨落魄个时啊，尾啊才去求台湾祖师，当咱中山大禅师，新娘中山大禅师，当求祖师求佛祖，求达摩祖师求诸佛菩萨，吼、哦，甲斗三工，若无求啊，我就会夭寿哦，我就会倒来安怎？这样爱爱杂杂。看到中间呢是有心，那一张一块镜给我看，好看看啊！我达最袂用像安尼，过去放下多多立地成佛，爱有做智慧的人。看到中间呢是有心，那一张一块镜给我看。好看看啊！我达最袂用像安尼，过去放下多多立地成佛，爱有做智慧的人。所以台湾祖师啊，咱的中山禅师啊，真济东北二路的哈，真济咧信徒去求祖师、求菩萨、菩萨的慈悲，好、哦、该开始一条路。但是祖师的为大做弊，叫人一定对行善开始，唔通倒撇。好，爱甲人解决煞，你要修行才修会落。那无者，你修行修会落。贵国先师会慈悲。好，那么在我的修行中间呢，好，在学道修行中间呢，时时互我灵感，互我回想到过去生的代志，互我回想到过去所做的代志，好多事嘛好。啊，是过去做不到的嘛好，拢互我一直的回想起来时啊，我时时家己就惭愧啊，惭愧。只要有一届经过咱的啊，到了吼，要来德山中间呢，有一个忏悔祖师啊，惭愧祖师，吼、哦，我看了，我家己心内嘛，真正惭愧啊，人伫世间。拢唔是圣贤，人伫世间拢是有一时的糊涂，人伫世间呢拢有一时的想袂到，但是一时累积起来就变作罪业，变作恶业，变作因果业，变作业力。啊，因为时机到业力咧加的时啊，迄个报应迄只会惊死人啊。所以我伫病的时，病体伫加。好，到尾啊，台湾祖师甲开始，迄着你过去生的业力在教，现在要解除这个业力的方法，只有一条路：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，其他都不管，该看过该做该做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好好的反省忏悔。在念佛中间呐，若是当着讲啊，我什么代志做无够，你紧来去甲代志做煞，才去念佛。安尼咧，你是念佛才会静心嘛。祖师的妙法，贵国先师的妙法，确实是当下现在社会世间，哈、啊，咱修行啊，会当互大家做一个参考。贵国先师的伟大开始咧，远大力就大。台湾祖师的开始咧，咱远大力就大。那么台湾祖师慈悲啊，讲你一旦愿力发出以后，世间事平静落来时啊。咱爱努力发过较大愿啊，爱成就大众，成就有缘的人，嘛会当对你念佛；成就有缘的人，拢会当对你修行；成就有缘的人呢，哈，恁个就近啊，佛师啊，恁爱去亲近师父，啊，亲近修道的人，爱修正法的人，在遐开明白，你绝对唔通亲近，迄只有你烦恼尔，要你。更加动散破散去的，你莫亲近，你爱好啊亲近你厝边恁大大众，厝边头尾有正统出家这个修行的道场啊，或者在家有真真正正正统哈的修行的道场去亲近，咱唔通做一个啊游手好闲。咱这世人有好姻缘，一定嘛有福报，才会出世做人。好，那么爱好好啊，爱知影好念佛啦。那唔知好念佛咧，内心一定会作一个痛苦的事，怎么办？台湾祖师的慈悲啊，开始，佫真严厉甲我讲，你一定爱提醒有缘的人爱念佛。若是若无者，内心。你嘛是爱过来，过来咧，嘛是爱过啊，甲人共同受到遮个磨难、业力一个痛苦咧，佮重新开始，佮修持啦。你甲做因果轮回、轮回、轮回、轮回袂煞，好无？听到祖师开始安尼，我甲你煞肝就一病出来，我何德何能呢？我心内底想啊，祖师就是讲，这毋是德，毋是能的代志。一点心，一点心嘛、啊。所以到尾啊，我以后真侪弟子啊，侬啊，我好多好能，不要这样，好德好能摆一边，一点心徛头下下头前，一点心要帮助大家所有缘的人，爱咱大家念佛。所以啊，咱成佛时啊，是净土宗的念佛法门啊。虽然我咧讲易经风水，这就是净土的基本条件。一者一者，从最这边到那边，对咱娑婆世间吼啊，到西方极乐净土，这嘛是一条线牵到位。到位中间的过程爱哪做呢？修行念佛，修行念佛，做好事，多忏悔，哈、啊，多去做。咱唔通糊里糊涂的代志，骗人、怪人、断人、抢人。好，抹黑别人，咱拢唔通有。那安尼，咱只有痛苦而已啊。所以台湾祖师的伟大啊，佫救着我的命啦，救着我肉体的命，佫包括救着我灵魂的生命，佫救着我佛性的大生命开发出来。我非常的感谢咱台湾祖师，希望各位呢，大家共同来念佛。咱来发愿，愿对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未来的事，我发愿讲，我一定要好好要念佛修行，在家修行。发愿讲，我若欠人钱，我一定要还甲煞。发愿讲，我若欠人事业有因情债，我一定要还甲了。啊，发愿讲，若是讲我做无够，我一定要去圆满。啊，发愿讲，我若做工事了，我绝对袂偷工减料，偷工减料。啊！法官讲，我种田呐，种田的是种菜，我农药达最要照政府标准的时，会去喷，去时间去采收。哈、啊！我法官讲，我一定来读册，啊！我考到高考，还是到官员的时，我一定要
奉献来帮助社会所有的国民。啊，法官，我绝对唔贪污。哦，法官讲，我绝对未讲，甲借机会共刁难。法官，我绝对未讲用借各种因缘爱人的钱，啊，用去贪污。安尼心一定做袂安尼。所以，台湾祖师甲我讲，遮尼济，遮尼济冤，遮尼济冤啊！但是上重要的，法官讲，我一定未来生，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叫认真念佛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人生是无常，世间的物件不是永远属于咱的。哈，咱只有一个欢喜心、快乐的心、离苦的心啊，离苦啊，咱爱发愿这个离苦的心。哈，咱爱离苦，离什么苦？哈，咱的贪嗔痴的苦，咱爱发这个愿。所以大家啦，认真念佛，发愿念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咱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心才会清净。咱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咱才有法度到达极乐的境界，到极乐的世界啊！咱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。